2019年的春天，从警13年的我光荣地成为了西九龙站派出所的一员，肩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与重托，代表着内地公安的执法形象，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征程。在舞台中央，肩上扛着使命荣光，仰望星辰大海方向，内心拥抱超越力量，芳草青青最美时光，汗水泪水一样闪亮，召唤着春天一起远航，扬帆在人生海上，这是一个新时代，中国正在强起来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谁都有机会出彩，这是一个新时代，中国正在强起来，这是我们的时代，谁都有机会出彩。在舞台中央，肩上扛着使命荣光，仰望星辰大海方向，内心拥抱超越力量，青春就是搏击沙场，豪情壮志在我胸膛，如果我有什么不一样，是改变世界的主张，强国一代有我在，我要秀出我厉害，幸福人生奋斗来，我要献出我的爱，强国一代有我在，这种精神有未来，奋进伟大新时代，谁都有机会出彩。作为全国首支派驻香港的内地公安队伍，这是国家对我们的充分信任，同时也是对我们能力素质的重大考验。强国一代有我在，我要秀出我厉害，幸福人生奋斗来，我要献出我的爱，强国一代有我在，这种精神有未来，奋进伟大新时代，谁都有机会出彩，强国一代有我在，我要秀出我厉害，强国一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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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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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我们在担当中历练，在尽责中成长的新一代铁警人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，强国一代，有我在，谁都有机会。